早啊。早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到个男人的声音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喂，我没在家。你没在家？那你在哪儿？哎，反正你别管了，你先过去，我去找你啊，拜拜。哎，这个贝贝，搞什么东东？贝贝，你真的太美了，爱你。周时运，周时运，周大教授，别喊了，他早就丢下你走了。营养早餐在冰箱右开门第二格，微波炉加热即可。知道什么叫做打脸了吧？我要去吃饭了。什么？你住进他家里了？没被狗仔拍到吧？传出去你就完蛋了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不过昨天真的太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半夜听到特别奇怪的声音，然后就把我吓坏了。我就跑到他的房间，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很小的房间。你猜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他养了一只小鸟，一只受伤的小鸟。他太可爱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一起喂小鸟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睡觉了。睡，你们俩一起睡。嗯。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当然是睡在各自的房间。你这个思想真龌龊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你们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守身如玉，他谦谦君子，坐怀不乱。坐怀不乱，哪有男人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会无动于衷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老师，现在可以化妆了吗？可以啊。那行，你好好拍啊，我先走了。